是酒后胡言，还是酒后吐真言？礼拜六晚上八点，优酷国际版，一起不醉不归。我为什么不能喜欢他？因为他是魏谦。你跟我哥很熟吗？你舍得让你哥因为你这么为难吗？你这么喜欢他，你不累吗？我再滚！就是要我走，越快越好的了。